到以后，哦，那视野特别好，潘罗堆这个视野很好，所以在七零年代的时候，哈，一批一批的游客一直来，所以在地人讲，嗯，啊，我都无得到好处，好处拢是安怎，拢是外省的人得到，哦，啊，甲土地公得到，我拢无得到，所以咱台语叫做荫，地荫的荫，哦，就是保佑外庄的人，哦，外省的人，哦，外省的人。那这里叫做内南里，哦，内南里本来这个齐鲁公司的这个土地有一部分要做学校用，内南国小，就到现在也没有做，哦，也没有做，黑龙尾大饼，黑龙尾大饼，哦，那现在少子化也不要做也要做公园啊，是不是？他也没有做，他把土地卖掉。那到底剩多少？啊？几乎都卖掉。挂灾？没有啦，现在都是当停车场，你们刚才看到的啊。对不？这个停车场，但是土地已经卖掉了。养地啊，在养地了。那边放掉是养地了。那其实，夯罗堆它的林线有没有？它上面这条林线是爱永线道。爱永线刚才有同学在讲。一个耳朵边，在一个益虫的益，就是以前的爱勇叫看守的一条路线。这条路线一直到安坑二八公园，有没有？二八公园有没有去过？二八子啊，二八子公园，植物园。哦，那个植物园那一条零线就是爱勇线道。那个爱勇线道那边还有一个遗址，就是这个爱勇哦，在那边看守。看守的时候，他会敲锣打鼓，哦，这边一敲的话，连线的就一直敲。以前没有手机嘛，对不对？也没有电话，对不对？他这边一敲，隔壁就听到了。他差不多有一公里左右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就有布置的爱勇线。这边一敲，哦，隔壁就听到，隔壁一直传下去，哦，所以这一条爱勇线这样就是爱勇线，就是从安坑那边一直连到这里。那因为什么要连到这里？因为这里旁边不是有一个